现在我在英国的伯明翰，前面这个是我的学妹，她正在讲电话。OK， 不要理她，我们继续看一下我们沿途上的风景好了。等一下哦，你在直播吗？没有啊，我在录影。哦，不要吓死我！真白痴。干嘛？你也会吓到啊？而且今天的伯明翰的天气超级无敌霹雳好，你看，难得的大太阳。介绍一下这一条，就是街，它非常的有英国的味道，英国味。小弟，然后就是够，走，翻龙。哎，所以你要跟我讲一下，就是这条街的知道的东西，我完全不知道这个，我也不知道。哎呦，那我们的那个现场就到此。所以我们什么不知道，好重哦。